说的赶上小喇叭了，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，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多一个字都不给你，那我绝对不是造谣，不信你们自个儿瞧。来了，这看啥呢？包炸好了，吃。喝酒不？啊，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。醋。商量件事儿。说。多赏一个字儿行不？行。那还一个字儿。你还有啥指示？算。两头够不？啊，我不伺候你了。放屁！你爱吃不吃？说啥？哎呀，俩字儿了。谢谢，我说你爱吃不吃？你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仨字儿了。谢谢，我说你爱吃不吃？你看你吆喝啥呀？你看你吆喝啥呀？六。我说你爱吃不吃，我对你呀、啊、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孰可忍神儿也不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要自强自立了，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，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干啥去啊？因为啥？气。啥意思？你真假的？真。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。咋的？有钱吗？有。够吗？够。脚下的路还挺长。嗯。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。私房钱你个开箱检验。哎呀，自从跟你结婚，我就没看过这包，你打开过？哼，我看。嗨，我看。你别那贼眉鼠眼的，有四大君子风度，你看。不看。你不看那干啥呢？瞅。这啥呀？全破烂啊？嗯，我是收破烂专家，我乐意。这是啥？情书。谁写的？他。他是谁？茄子，你瞅你那么大岁数，你还茄子，你丢不丢人？我说什么好？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。啥呀？让我不好意思呀。你那是英文啊，你还我？不，不行，我得看。呀呀，偷偷摸摸的还写个情书了，这。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？原来是外边有听了。亲爱的丹丹，真不好意思。嗯。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，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惦。这不我写的吗？对，酸。嗯。那家你别说，嗯，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？嗯，我忘撕了，你拿我撕了。别撕。怎的？不管咋的，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。今天看看挺有意思。哈哈哈哈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，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。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，哎呀，这当时我这文笔呀、啊！你还文笔呢？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，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。你说我当时多傻，当时我多尖呢、嗯。你接着往下念。不念了，念了。下边这词儿是我写的。嗯。把上边那毙了。毙啥呀？你不念我念。干。你是一把菜刀，我愿做一颗白菜；你是一条裤子，我愿做一条裤腰带；
你是一张板床，我愿做一套铺盖。管够让你蹬，管够让你踹，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，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，爱你不盖也得办。呸，啥文明？啥文明？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，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崩了呢？你不着急要走吗？是我崩你吗？我为啥走啊？你为啥呀？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？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，能看出新闻联播来呀？是，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。我是脸也变窄了，个也变矮了，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蒯了，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，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咋算再买了。你呀、啊、也别挑我理儿。怎的？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。你说我少说两句话，你说我变傻变愚了，我稍微对你热情点，你说我格调太低了，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，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，更有甚者，你说我半夜说梦话，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。但我还是瞎编编，你咋的？你不瞎编不没班吗？你啊，咋的？我敢赖啊，爱莱文斯基吗？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，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，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可别说了，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？咋样？你有个病有个灾，得个感冒，我急得满嘴都是尿泡啊，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，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，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，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？你没良心。怎的？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，我就给你背医院去，这楼上楼下这检查的，又心电图磁共振，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，张大夫说怀疑肝，李大夫怀疑肾，一颗怀疑是宫外孕，你说我问你自己，你说浑身使不上劲，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，啥呀？你岔气儿。你说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，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，那不把我屁都得吓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走吧。咱呢？哎，你要走你就走吧。咱呢？我就送给你一个字。啥字？追。那我也还你一个字。啥？甩。你要甩我就赖，我粘上你。你说你都赖上我了，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儿呢？老伴儿啊，怎的？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。我说醋，哎，就是这瓶老陈醋；我说蒜，那就是紫瓶独头的；我说拍，你给你端蒜泥上来，是不是？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啥呀？哎，你呀，你就是这张嘴呀。我这辈子毁就毁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。行，收拾东西吃饭。我帮你收拾。你说这老破烂都留它干啥呀？这都那是你这那么些年前你记得不？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、啊、对，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，嗯，那我老能干了，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，我给你一个腰回来了。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，那天咱家没有布片的，我就拿它当尿布了。嗯，我说咋一股带鱼味呢？咸带鱼。哎呀我的妈，这都留着呢。嗯，咦，这啥呀？你瞅啊，电票，嗯，鸟票，嗯，布票，嗯，豆腐票，嗯，粮票，嗯，这留着还有啥用呢？这都是纪念品。咋纪念？记得不？嗯，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。嗯，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，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，
每个月都给你省十斤，就等着盼呐、盼你回来，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。是那阵我还记得、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、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。哎，我呢你怕我累着。后来我就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、不有一首歌吗？我都给编词了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，一下让人斗一个月，怎么犯错误了吗？啊，批斗了。我不给你写信了吗？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，开啥劳模会挨斗呢？那你咋不跟我说呢？我说了，我敢说吗？你正在逮月子呢，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？你真是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。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？拉倒，再没有瞒你的事儿，老范。别说了，吃饭吧，都凉了。你再有一碗，你走我一下，你再我一下，走我一下。